现在来抓抓羊，把那个公羊，公羊还拴着呢。没，莫别去搞狗，乖。有这点就好抓，这也吃饱了，人肚子好饱，还是放羊吃的比较饱。这个吃的更饱，肚子更越来越大。把公羊换出来，你进去，你进去。这个公羊，反正你烫，你饿一会儿没啥事。你看螃蟹现在这个怀了崽，你都是自由的，全程不绑你，特殊对待。哎呀，感觉都快生了。大鸭子又大了一点，小鸭子也大了一点。第一天放牛，搞得这么狼狈。我发现这个牛哦，它会看人来饲。老公不在家一天，断了两根牛的绳，断掉了。然后这边这三个小牛仔，老是去吃菜，搞得我把画面搞好了，跑到这边来，这边又挨骂。本来还说去家里换个衣服，衣服都来不及换，因为裤子都已经干的，都干了现在。想洗澡，我一听到学校的铃声响了，给我家娃煮点面吃，中午干早饭，晚上又吃面。哎呀，那吃点面，等一下我再做饭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现在赶紧订个蛋糕，犒劳一下自己，是吧？有句话叫什么？生活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生活如初恋。呼叫螃蟹，赶紧回来。面煮好了，这只是鹅一个这个叫。小鹅，小鹅，小鹅，烦死了！下了几天的雨，这个窝本来今天请你来清理一下，也没清理。吃吧，吃吧。哎，我儿子他女儿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我煮好面了。你还抱，我身上好脏，你还抱。喂，你怎么这？你怎么弄得这么样子？不咋了。谁让我帮你报仇？你帮我报，今天一天没看到我，中午干着饭了是不？啊？来看鹅，快去吃饭，那没什么时间，走走走走走。这么大的？嗯，走走走。我最喜欢吃这种细的面。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啊。中午吃干着饭，晚上吃面。没有，我最喜欢吃这个面。吃完这个面，等一下我再安排点东西给你吃哈。吃完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你先吃面吧，帮小妞搞一碗。洗了个澡，差不多了。还有，我们这有个订蛋糕的，刚刚发了信息，现在做好了，让我去拿。蛋糕回来了，想不想？48块钱。幸亏冰箱里有这个囤货，记住。直接下锅煮，来个手撕鸡腿。我小妞说要吃这个豆角，她说还要吃这种切的小小个的这种。这个比较方便啊，折。这么冷的天，加个火在里面呢，很舒服。这么开心，吃完饭再吃这个蛋糕，要不？好的。多吃点啊。
好吃吗？嗯。是不是很想的？嗯。你看你们这一天，中午吃的蛋炒饭，晚上给你们加餐。真好养活，想吃豆角。今天的饭，今天的饭吃的格外的快，也不知道为啥。就不用你动啊！对，不用我动了。行了行。你几岁了呀？我几岁呀、啊？你34岁。我看一下。差七个。89年的，看一下。34岁。哎，别弄那。89年的吃饭呢？哎呀。34岁。还有一个天鹅呢。是吗？对。来，我给你3+4=7，给你差七个。可以这样子吗？来，妈妈，我给你带一个黄瓜。哎呀。对，你弄这里，这行。我的小棉袄长大喽！哎，我的皮夹克也长大喽。皮夹克。有打火机吗？好像。好像没有。有好像没有。关灯。不要唱歌吗？先。先关灯。还关灯啊？不是先要唱歌吗？先关灯再唱歌。哦。祝你生日。好，剩下你们自己弄吧，想吃哪里吃。